不是，这个算什么卖？你看这个几块钱啊，我卖什么卖？这是给大家就是选了一些福利品啊，就是大家日常生活用得到的啊。第一个是那个就是洗那个里面穿的内裤，有没有看到下面小黄车？有没有看到家人们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的扣个一呢？看到的扣个一。这是福。因为就是一般贴身的东西啊，就你用洗衣液啊，去洗衣液那些去洗的话，真不是什么卖货啊，家人们，真是给大家搞的，就是选的福利品，不然的话几块钱是不是嘛？因为你用洗衣液啊那些穿在里面那些都不太好，所以说还是要买专业的那种。你就是他们支持的，给他们。有需要的，对，有需要的家人们，我给你们选了很多款，我给你们先上去啊，你们自己去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看这么多人支持你啊！可以买吗？可以啊，家人们，我已经放在下方小黄车了，都上去了，家人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家人们可以去看一下。有什么需要的？质量怎么样？质量不好的话回来告诉我，好不好？质量不好的话回来私信我啊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男生可以买吗？男生当然可以买啊，家人们，都可以用的，这不是说女生专用的，男生、男孩子、女孩都能用的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。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如果眼睛疲惫的，给你们选了一个热敷的，就是那种眼罩啊，就是晚上戴着睡觉，它会自己发热的，就是缓解一下眼睛的疲劳，知道吧？有需要的家人们去有需要的就去啊，有需要的就去抢啊，这些都是福利品，不是说什么卖货啊，家人们，已经拍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家人们，充电宝没有选充电宝哎，没有选充电宝，没有充电宝啊，去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啊，我看看，还有就是，有一个碘伏消毒的，就是。考虑到有些时候家里面反正必备的嘛，如果有个什么擦伤啊什么的，那是不是你给我带的那个？啊，我怕你那个，就是因为你看嘛，你一天在山上，要不然一会儿这儿弄一个，一会儿那儿弄一个的。你那个确实很实用，家里面小孩又多又调皮，有时候去上学回来，擦个伤什么回来的，用上这个确实很好，这个东西。几块钱，你这不是等于是白白给？本来就是那个什么嘛，给快递费都不止这个了吧？快递费都不止这个了。家人们有需要就去拍啊，有需要就去拍。然后呢，好，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都想知道什么事情？我看大家都在啊，我按杰哥录一下你。他说。这找我是有事，跟我说个重要的事情，我一直都想不到有什么事情。我想先让家人们，就是，把这些需要的东西给拍上了，然后，你是不是需要点我们这边的，东西想带回去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重要的事情吗？不是带什么东西，还有那其实最近我也比较，这两天我不是都没上来吗？其实，因为我这两天也比较有一个比较烦的事儿。有个烦恼的事？嗯。你能有什么烦恼的事吗？你我永远想不到小小会有什么烦恼的事，家人们，你们猜一下小小会有什么烦恼的事啊？你看他缺什么吗？你看啊，
一个小女孩子开一个这么大的车，没有防老啊，然后家里面的各方面条件，你看这么好的，有什么防老的吗？我永远想不到你会有烦恼，你能有什么烦恼？嗯，你真的会开玩笑的，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你们说对不对？有，我看有家人们猜到了。你看打字的就这么多，你说他们？你觉得是哪一个吗？杰哥，我看有的有家人猜到了。我有也想不到，小小，哎呀，你想烦恼的是你说嘛？你只要你说的，我能帮得上忙的，我能帮得上忙的。你确定啊？你说的啊？你如果说能帮得上忙的，你就要你就帮我。我不给你帮大忙就行了。你看，这确确实实真的。那我说的话你就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啊，肯定要帮啊，一不如此啊，真的。你看你，反而倒是你帮了我这么多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你其实啊，杰哥，你看你那个我借你的钱，我真的都不知道。哎呀，那个不提好不好？不提那个好不好？以后再说。啊，你别说让我帮你了，反而都是你在帮我。为什么？其实为什么今天这么晚了我还来找你呢？因为明天我有一个重要的饭局。吃饭要我帮忙是不是？饭局就是带我去吃饭帮忙嘛，帮忙吃饭是不是？家人们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小小说啊。他明天有个饭局，他意思是过来叫我明天去帮他吃一下饭。你是不是害怕那些饭菜浪费了？你知道杰哥，你知道是什么饭局吗？什么的起朋友啊？嗯，也算是起朋友还是起你倒的？不是，都不是。那鸿门宴啊，现在电视里面说的那种鸿门宴席是不是？就是我爸爸叫我去吃个饭。你爸爸叫你去应酬啊？应酬？应酬，我觉得是应酬吧，但是我爸爸应该觉得不是应酬。小小的爸爸叫小小去吃个饭，然后我理一下这个顺序啊。嗯。张总叫你去吃饭，吃饭了，几个人吃啊？应该四五六个人吧。四五六个人，去吃饭是去益处？六个人应该是。是去应酬啊，是接待贵宾，就是吃个饭，聊聊天。那这，那你是想带我过去，帮你开一下车过去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问题？这个问题小事，我能帮你的就只有是不是？我的本份工作就是以前开车的嘛，是不是？我本份工作以前开车的嘛，你意思就是明天你看我也帮不了什么忙，所以我能帮的，我最多我能帮的，我就是过去帮你把那些剩余的都打包回来给孩子吃，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多吃一点，然后我能帮的就是明天给你开车过去。不是这些吗？不是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是叫杰哥去帮我开个车吗？啊？你们觉得我是不是让杰哥去帮我开车的？不是，杰哥。其实我明天是去，哦，
那你明天去吃的这顿饭是他们是人是在这里呢，还是专门从那边跑到这边来找你吃饭的？过来呀。他们从大老远过来找你吃饭。嗯。你爸爸也来吗？张总。张总不来，还是张总安排过来的？反正明天晚上，他们今天刚说的。我爸这两天都在叫我去跟那个男孩子见一面，就是那个工作上的合作。不是，是相亲的，你知道知道什么意思噻，杰哥？相亲的。嗯。那很好啊，你看，你爸给你找的肯定是很好的，你爸肯定千挑万选才挑出这么好一个，还有人家，你看人家专门从那边过来吃饭的话，你要听爸爸的话，不能让爸爸担心了。但是我不想去相亲啊。你。